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依然世尊，念要欲闻。实际上须菩提尊者所提的三个问题，世尊在前面都已经答复尽了，也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已经讲圆满了。后面若不是尊者在此地为我们大家向佛提出请教的话，那这个经就没有。所以他这一句含义就很深，唯然是真。念要欲闻这四个字是带我们祈请了，请翻过来看注解。唯然呢是很恭敬的答应，是诸相之理彻底明了，这就是前面曾经说过，尊者有高度的智慧，能够看出来世尊所证得的无上菩提究竟圆满的大法，都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换一句话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实现，不是部分的实现，而是圆满的实现，这个就太难了。你要问世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的道理，一切修行的方法，佛穿个衣全部在里面，吃饭也全部在里面，走路也全部在里面。正是华严经上所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无量法门呢就是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展开就是无量法门。所以生活之中啊，点点滴滴啊，无一不是，这才妙啊。所以尊者才赞叹稀有啊。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这才叫真正的学佛了，而不能拿经典呢去研究，跟自己的行持毫不相关，那就叫佛学，不是学佛了。同样是两个字，颠倒一下了，意思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研究，
一个是认真的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向诸佛如来学习，这才得真正的受用。所以这个伟业是完全了解的，佛在前面这一开示他都懂啊，这就明了。然如来护念佛珠，尊者说我明白了，可是还有许许多多人呢，在座的听着他们还没明白啊。我们也不能不理会这些人呢，那就没有慈悲心了。所以啊，代为祈请，这就代大家祈请。祈请的话呢，四个字：愿、要、语、文。这四个字是代表当年在法会当中，全体大众，大众的程度有浅深不相同。这四个字就是说明听众程度啊不齐。厚厚深于浅浅，一深深广啊，这四个字每一个字意思都很深很广啊，这是我们要想的。愿呢是愿意听听，就是程度浅的啊，程度浅的，般若法门呢很难听到啊，有人呢要愿意听听啊。有些呢那程度比较深一点呢，要非常欢喜听，那倒不是随便的是听听的，很欢喜听，这个要是爱好。那个程度更深一点呢，欲就是我非听不可啊，把这个当作一个欲望，很想得到，不得到不甘心啊，他有这个味道在里面了啊。但他晓得这个般若法门对他很重要，那非听不可啊，非学不可。那个闻那是最高级的，闻什么呢？闻的开悟，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世尊这个详细一讲啊，他就开悟，他就证果了。这是听众里面程度最高的，所以这四个字是一切大众当中啊，这个程度不齐。虽然程度不齐，个个人都得利益，程度浅的得浅的利益。程度深的得深的利益，没有不得利益的。这个《金刚经》上字字句句的确都很有味道啊，都是这个意义都无量的深广啊，不能含糊笼统这么念过去，那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你要是明了了，多想真是有味啊啊。那么尊者啊，带我们请法了的意思，我们明白了。人人本具如如不动之自性，这是讲真如本性。一切众生本来都有的，这个不要从外面学习的。无名为障，我们凡夫的麻烦不单是凡夫，九界众生，九法界，九界里头有菩萨，菩萨也有障啊，那个障啊比我们轻啊，我们有三种障，而且都非常严重。有无明，有尘沙，有烦恼，三种障。到菩萨了，
这个烦恼没有了，烦恼障他没有了，尘沙也没有了，只剩下无明。那个无明对他呢，还是障碍啊。所以菩萨有无明障，即使到等觉菩萨居地成佛了，就差一点点了。那为什么成不了呢？他还有障。最后那一品无明，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明啊，有41品。41品无明呢，他已经断了40品了，还有一品没破，这等觉菩萨。那一品呢，还是他的障碍，必须这一品无明破尽呢，他就圆满成佛了。这个自信圆满的现前，因为有障，至妄心生灭不停。我们现在这个念头生灭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法控制，妄念无量无边。而我们能发现的，给诸位说，粗念，哎，我们的心很乱，念头很多，粗念。微细的念头，我们还没有觉察得到。即使有相当的定功，也觉察不到。阿罗汉证到9次的定了，菩萨的定功比阿罗汉高得太多太多了。佛在经上说，大乘圆教八地菩萨才看到微细的念头，看到微细的念头。假如这些念头，这个念头就是生灭心，你根本就没有发现，你怎么能断它？一定是先发现它了，发现叫觉悟。把它断掉，那叫功夫啊！你的心要觉悟，八地菩萨才能看到微细的生灭念头。所以这个念头的生灭当然有，也不必害怕，不必恐惧。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的。如果对于佛的教诲我们能够信得过，能够理解，依照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来修行，确确实实是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方法，方法也有很多，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故学者应从文字上用功，前面讲的念要与文，当然在这上面那叫这做真功夫了，做真功夫了。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为大家报告他所修行的理论与方法，这个诸位读楞严经啊，在第6卷呢你就都看到了。如果楞严经读了之后还看不懂，
那你回过头来再去读《金刚经》，观世音菩萨用的理论跟方法了，与《金刚经》所说的无二无别。说的话可能不一样，里面的内容啊完全相同。所以要紧在这里啊，梵文文字性，时时道，时时闻呢，则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心性。见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是一个意思。尊者带我们祈请，世尊的确大慈大悲，就为我们详谈金刚。我们先看看这个小标题，这个标题很重要。越尽宁无助，依仗般若正智。本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跟下半部。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在详谈里面，在上半部佛已经把意思说尽，那就不必再说了，已经说尽，理论跟方法都说出来了。须菩提尊者接着再祈请，为什么再祈请呢？尊者很慈悲，有大智慧，观察大众，明白的固然不少，还有一些有疑惑的，于是再祈请。这个到后面经文我们再详细跟诸位报告，再祈请，要把所有的疑惑断得干干净净，在这个菩萨修行的菩提道中啊，才能够一帆风顺而没有阻碍了。所以前半部的经文，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有深有浅，后半部为深无浅，后半部是越心来说的，前半部是越静来说的。静是境界，也就是我们生活环境，从生活环境当中来说明无助。总而言之一句话，般若的宗旨就是无助两个字。道是显示，完全表现出来般若的智慧。那么底下又分两段，这是第一段，敌视无助一生心，指示我们无助，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建立信心。底下这个小科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注重这个大，这个前半部从信解，后半部行证
所以正宗分里面前后两部合起来信节行政自分，这个架势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无二无别。请看经文，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佛告之，甚为紧要，不可忽略度过。这是特别提醒我们，像这样的句子在本经呢，很多看到佛告须菩提，告是告诉上对下，老师对学生，告诉须菩提就是告诉我们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你才得受用。或者说他跟须菩提讲的跟我没有关系那你就得不到受用了，你也就白听了。须菩提是我们的代表，他是代表我们来请法的，告须菩提就是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句子，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叫这名字提醒你的注意底下的话很重要，一定要仔细的地听。不菩萨这一句是指发大心之善男女也，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诸菩萨是指他们。全教菩萨要想再提升到化身大士，那就是摩诃萨。这一句里面含义就广了不但是深了，很广这里就显示一个什么意思，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实在是没有别的，就是无助而已就是降伏而已不断地去做降伏的功夫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有那一瓶生相无明没破，还要用这个功夫把它降伏住，那就圆满菩提了。对，他这个含这么多意思在里头不仅是表面的指各个不同阶层的菩萨五十一位菩萨功夫是一个原理，一个原则应如是降伏其心，发心要发得圆满究竟，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你发心不圆不究竟，你得的果报就很小。如果等到我证到小果了，我再发大心这样次第发心时间很长也很累不如一开头就发足那个就很省事好像你们有不少同修驾车到这儿来，驾车呢当然要加油你那个油加一点点开一点点再去加一点点，那你说这不是我就自找麻烦吗？为什么不通通加足呢？一下就开到了，
就好比这个意思呀，就心量不妨不是很大很圆满的，在这个菩提道上常常要停顿啊，常常要休息，那一停顿一休息就退步了，这不进则退呀，所以你修行的时间呢就会很长很长啊，三大阿僧祇劫，这发足了啊就快了，一生当中就圆满了，那是不能够相比的。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一定要发这样的愿，要发愿做佛，要发愿学佛，学佛呢学做佛，这是《金刚经》上世尊所赞叹的，所选择的教学的对象，选这样的人啊。又知虽上乘而是无所乘，虽下化了而是无所化。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为什么又说乘无所乘，化无所化呢？这个说法了，就怕你执着。你发个愿，我要成佛，执着在这个佛上啊，你成不了佛，不能执着。愿要不要发呢？要发。心可不可以有呢？不可以有。有愿不能有心，这个事情很难呢、这没有心的愿不就没有了吗？心跟愿是两拨事情，两回事情，要搞清楚。有愿不能有心，有心的呢，有心就有住了，无心才无住啊，所以有愿，有愿你又有心了，生心了，无住生心了，他能生心吗？所以不可以住。成佛不可以住成佛的相，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也不能学佛那个相，学佛那个相你不就执着了吗？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又不能执着度众生的相，你要是着了度众生的相，那你就烦恼无边了。佛门也有句话说，好事不如无事。那好事不如无事，那还度什么众生？那不就没得度了，不度众生了。佛祖啊，句句话都是要啊！你看他说这个话，对什么人说的？就他这个要啊，是治什么样病人的？那个人害的什么病啊？我们现在连好事都不敢，都不愿意做了，那这叫好事不如无事，那就糟糕了，药用错了。我们现在要鼓励人多做好事，《金刚经》上。不住相啊，应无所住啊，要而行布施，劝你做好事啊，可不能听旁居士的话，好事不如无事。那旁居士是治另外一种人，喜欢做好事，着相，着相的生烦恼啊，所以他那个话。是治什么病，是对哪一种人说的，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害的是什么病，
啊，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法要不切机，会害死人的。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佛法佛法好那不简单，就跟药一样，药很好，不错，真的好吗？你就吃，随便吃吃，保险一吃就死了，不对症嘛。佛法也是如此，法要契机，才能帮助人开悟证果；法要不契机呀，就把人的法身慧命断掉，那个过失就重了，比杀人的生命重，断人的法身慧命。所以本经的大主义，也可以说最高的指导原则，叫我们不要执着。你看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身心啊。受所成，受所化，是无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符合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成为大菩萨。这才真正是一个大菩萨。确实，这不是赞叹的。为什么呢？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个，心地清净而一无所住，这是真心显露，就是明心见性。又能上求下化了，这不是化身大事是什么？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事。那么这是介绍菩萨啊，介绍这个菩萨摩诃萨。请翻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节。如念佛法门，本是至圆至顿之无上妙法，应行人发心不大，直至自了，这最上乘法竟成为小乘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岂不上福佛恩，下福即临，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是学佛不能不开智慧。我们道场同修大部分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江伟农居士虽然一生都在研究学习金刚般若，但是他念佛求生净土，他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所以他的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他在经典的研究呢专门在金刚般若上下功夫，念佛这个法门不仅仅是一些善知识们赞叹，其实这个法门呢，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赞叹，
你们看弥陀经六方佛的赞叹就知道了，无量寿经上十方佛的赞叹就很清楚很明白吗？他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确确实实是智云之顿，云是圆满，顿是顿超，没有比这个法门再快的了。这样的说法就连法相宗开山的祖师窥基大师都承认啊，窥基大师有阿弥陀经的注解叫通赞书啊，阿弥陀经通赞书是窥基大师作的，法相宗的祖师他在他注解里面也承认了这个法门是最顿的大脚，最快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快？找不到了，真没有了啊！而且这个法门什么人修行能成功呢？无论什么人，三根普被立顿全受，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啊！其他法门也有圆顿的这个教法，但是它要具备条件，上根立智啊，不是那个根性没有用的啊。禅宗是智圆智顿，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中，真正成就大众、明心见性的，是以六祖慧能大师麾下的人最多，也不过43个人而已啊！诸位想想，当年跟六祖大师、清净大师跟他学习的，何止万人呐！啊，决定不止啊！真正成就43个人，你就想想多么难啊！六祖以前，任何一个祖师大德麾下成就的没有这么多人，六祖以后也没有。啊，许多祖师我们看到的，啊，他的学生当中见了性的，啊，大彻大悟的，一个、两个、三个，啊，多的五六个那就不得了了，就很稀少了，多半都是一两个。六祖麾下43个，空前绝后啊！你说他那个圆顿呢，门槛高啊。我们这些人爬不进去啊，没用啊。净宗这个法门只要具足三个条件，心、念、行，就成功了。无论什么呀，真正相信，真正想到极乐世界，真想见阿弥陀佛，老实念佛就成功了。这种条件我们行啊，啊，听了之后想象自己还可以，啊，还没有问题，啊，你想禅那个不行，我们没办法，啊，教啊我们也没办法，啊，其他的法门呢，我们遇到了想想自己的根性呢不行，没办法，这一个法门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古德讲的。万修万人去，一个也不漏，真的是无上妙法。而净宗经典的深奥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故得有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我们对于华严经的深广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嘛，这也听说过吧。无量寿经的深广跟华严是一样的呀，中本华严啊。说它做中本，那当然还有个小本呢。小本是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教义的深广也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相同，无二无别，我们也略略地体会到了。从哪里体会到呢？从莲池大师的书抄。莲池大师给弥陀经做过注解，叫苏超，他的学生陈实亲自听老法师讲弥陀经，做成笔记，把笔记跟苏超合起来，他那个笔记叫苏超演义。我们读了以后才真正相信弥陀经的教义跟华严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这是说明圆到基础，顿到基础，顿是快速啊。因心人发心不到啊，这个很可惜。心者，修净土的这些人心量太小，心量小啊，那个大法也变成小法了啊。心量大的人呢，小法也变成大法，你相信吗？《金刚经》才讲过啊，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那是什么法？大法了，无量无边的大法。由此可知，那个心量大了，点点滴滴，一举一动啊，都是圆满的大法。菩萨无量的行门，法门无量，无量的行门呢，他在一门里面显露无遗，都表现出来了。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很难体会到的，像须菩提他就知道，他就看出来了。真的是至圆至顿，无上妙法啊！所以我们发心小太小了，只知道自了啊。实实在在说，能够知道自了的就不多了。那么大多数修净土念佛人，他搞的是什么呢？他是拿这个法门呢换糖果吃啊！你说你可惜不可惜了？啊，怎么叫换糖果吃呢？求这一生的富贵，求这一生的平安，求健康长寿啊，这就叫换糖果吃。你说糟糕不糟糕？
啊，他能够自了不错了，自了成他想出三界，他要往生佛国，这就很难了、啊，很不容易了。心量小了，心量小是凡圣同居图，下辈往生。啊，说实在话，这个地方讲的往生下品呢，应该是无量寿经上下辈，啊，不是下下品。啊，我们在经里面读得很清楚。下下品往生的，那是造作无逆十恶极重罪业的人。啊，我们虽然天天也造作罪业，没那么重。啊，所以往生呢，绝对不是下下品。啊，也不会是下中品。啊，下中品是什么呢？是出了家，破戒，造作种种恶业。下品众生，所以由此可知，我们不往生这里，往生最低的那个品位啊，应该是下品上生。如果修得好一点呢，中辈往生，上辈往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罪业不怕，要懂得忏悔。往生品位的高低固然是与平常修行的功夫有关系。藕益大师说的，品位高下在于你功夫的浅深呢。这是平常用功，还有一个呢，忏悔的功夫。忏悔功夫也有浅深不同。啊，你那个心呢，是不是真心、纯心？啊，真诚达到极度的诚恳，那样的忏悔，哦，那个品位也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看到那个阿舍世王。阿舍世王造的这个罪业，忤逆十恶，啊，杀父亲，害母亲，啊，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佛身，触佛身学，干这事，那个罪业是阿鼻地狱的罪业。他临终之前忏悔，知道他错了，啊，真正发愿悔改，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他要往生，佛在《阿舍世王经》《大藏经》上有。他往生什么品位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怎么想也想不到。上品众生，那就造那种罪业的人，我们在平常在经上看的时候，那应该是下品下生的才对呀。啊，这就是下品下生，他真正忏悔呀，念佛往生的时候，决定能够去，就看到忏悔的力量。啊，他这个忏悔的心力呀，他。这个忏悔的这个心究竟圆满啊，所以从忏悔呀、啊、有程度浅深不同啊，像阿舍世王的忏悔啊，可以能够到上品众生啊。因此我们晓得这些事实，明白这些道理，对于那些造作罪业的人不能轻视啊，不要小看他，说不定他临终一忏悔的时候，品位还在我之上。啊，那平常你要瞧不起他、轻慢他，到极乐世界见面都不好意思。所以啊，对一切人要恭敬，啊，
纵然他破戒造作罪业的时候，也应当恭敬。这个是决定正确的。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恭敬心对待人家。啊，每一个人呢，机缘不一样啊。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念忏悔啊，像这个阿舍世王一样的真的，那品位一下就提升上去了。那么这一段说明啊，学佛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啊，他心就不大，心量一定要大，特别是读金刚般若。一定要以世尊为榜样，换一句话说，我就要学世尊那么大的心量，就要学世尊呢这样圆满的行持。这个圆满的行持，我在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就是要做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你记住这句话就对了。这就是佛，这就是大菩萨，不是单单做给几个人看的。释迦牟尼佛表演这个事，是做给尽虚空遍法界人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无论是自己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必改，就在自己生活方式当中，自己从事于某一种行业也不需要改，就在你自己这个行业当中，你要做出典型，做出模范，做出好样子，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就是自行化他。降伏其心，设定妄想不起，使不觉者觉，初发心人下手只有降伏。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根密真，即是此意。”尊者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世尊的答：只大夫啊，降伏其心，没有说住。实在是，他所问的三个问题，三个问题是一个意思。世尊在这三个问题里面，只要答复一个，三个都圆满答复了。为什么不从发菩提心上答？发菩提心呢，大家不好懂。为什么不从无住佛答？无住很难体会。从降伏其心啊，大家这个印象深刻，也比较好像具体啊。所以世尊选择这个问题先来解决。怎么样把这个妄想妄心把它扶住？妄心就是不求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觉心不动，如果你是觉悟了，觉悟了心是清净的，觉心是清净的，觉心是不动的，不觉是动的，不觉是不清净的，不觉是不平等的。使不觉者觉，就是叫这个妄念起伏不止的人啊，要把它熄灭掉，恢复到自性清净心。初发心人，我们学佛的第一步，
只有从这里下手。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修学的门径，方法不一样，门路不相同，目的是一个。怎样降伏其心？诸位要晓得，目的是一个啊。所以说，法门平等啊，殊途同归呀。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的心呢就会定下来，啊，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我这个法门好，你这个不好，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就是谤佛谤法谤僧。你说那个法门不好，这法门通通是佛说的，你不是谤佛吗？古今中外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很多，那你不是谤法吗？许多人用这个法门修行正果了，那你就谤僧了。所以决定不能这样说，只可以说呢，那个法门呢适合他，不适合我。哎，就好像那个药店呢，很多很多那个药物啊，不能说它不好，它都能治病啊。哎，有一些药物不能治我的病啊，那能治他的病啊。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不会谤法，就不会轻视与我所修不同的法门，啊，不敢轻视，啊，不但不轻视，而且要尊重，啊，要恭敬，啊，他有能力，他有智慧，他可以修学那个法门。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否则的话，你修得再好，你还批评其他的人，批评其他的法门，说老实话，往生都去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你谤毁谤大臣，你谤法，这个罪很重，会障碍你往生。啊，何况起心动念，我们的心地污染，不清净，不平等，啊，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把修行的原则教给我们，清净平等觉，经题上就教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看一切法门要用清净心去看，要用平等心去看，用觉心去看，啊，都要尊重供养，啊，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呢，尽管法门不一样，都是降伏这个妄想。禅宗，禅宗叫你打坐，打坐的目的在哪里呢？把心定下来，降伏妄想。坐下呢，叫你读经，现在教下跟从前不一样了，以前学教不简单的，啊，你要学天台宗，你一入门，老师傅就把法华三大部给你了，
这是天台宗根本的经典，《法华经》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这三大部啊，从前那个线装书啊，摞起来有这么厚一堆呀、要叫你通通背过。你要没有能力背，你没有资格进讲堂。为了讲堂听讲经，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本呢、没有经本。老和尚讲到了，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大家都背过了，都清清楚楚。现在印刷书发达了，印书方便了，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从前没有啊。从前经典呢，只有在藏经楼，只有一部。寺庙里人再多，经典就那么一部。所以要去读经呢，要去抄。在藏经楼上本子借出来，自己去抄啊。没的地方卖、现在人福报大，这个经典一印印几十万本子是啊，人手一册。所以从前呢，大家把经典呢宝贵的不得了啊，很难得，很稀有啊。它有尊重心，我们现在这个尊重的心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就不如古人。古人真的恭敬，所以说出第几页第几行呢，都晓得，通通背过了。老师也背过的，学生也背过的，这才有资格到讲堂来听经的。那个时候叫五年学界，所以这个修行呢，一入山门，不管你是出家在家，从前在家人在寺庙里面修行用功的很多，优婆塞、优婆夷。代发修行，常住在寺庙里面，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五年学经，出进去这个五年，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你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念佛，也没有资格去听讲，参禅都没资格。这五年干什么呢？服劳役。寺院大众人多，有许多工作要做，你要去做工，分配你工作你去做工，做工是修福啊，你不能没有福报啊，修福啊。工作之余啊，你自己去读经，都把它念背，意思不要去管，先去念背。这是做第一步的工作，五年学界是做的。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你看六祖慧能大师，进了山门之后，分配到草房里面去工作，草房是等于说厨房的下面，这个里面是劈柴、舂米，他做这个事情，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五祖的道场注重了有3000人，3000人吃饭，那时候烧柴火米是要冲啊，不是像现在机器，你就晓得多少人在那里做工作，那是做苦工这个工作一般都是5年那么能大师他是一个天才，杰出的人才，这再来人，这不是普通人的，8个月就开悟了，他就走了，他在那里干了8个月，这个是初入佛门的第一个阶段的修行。
在这个地方把你过去那些烦恼习气在工作当中磨掉，把你的妄想杂念用读经的方法把它读掉，很好啊，办法很好啊。读经的目的在此。那我们念佛呢，也是把妄想杂念念掉，岂不是方法不一样的，目的都是降伏其心嘛？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有人用持咒，有人用静坐，有人用读经，有人用念佛。这举几个例子，方法多的是啊。目的何在呢？都是降伏妄念。这是诸位必须要记住。然后再晓得，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把妄念修掉。没有别的。那么修行有没有功夫，得不得力，就在这个地方啊去看验。测验，看看我今年跟去年比一比，妄想少了，那就有进步了。如果今年跟去年想想还差不多，那你的一年就空过了，你的一年没进步。如果说是我不学佛妄念还少，学了佛妄念更多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完全走错了路了，你路子没走正确，不是理论上错误，就是方法上错误，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假如是方法正确，理论正确，一定是烦恼逐步逐步的减少，心地呀，一天会比一天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所以说烦恼少了，智慧也多了，这个才是功夫得力的样子。那么我也常常遇到一些同修来告诉我，他说他念佛读经呢，读了几个月了。有人呢读了一两年，妄想杂念还是很多，他怀疑了，开始怀疑了，来问我，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然，确实有效，你那个功夫还不到家好吧，不要怀疑，继续努力，你就收到效果了。如果呢起了怀疑的心，你的功夫就要打很大的折扣。你要想看到效果，很困难，很困难。这个法门呢，实在讲，应用在所有法门。都相通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无论用什么功夫，记住这个原则，那就没有不成功的。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不是这一生养成的，多生多劫，无量劫来养成这个烦恼习气，你说这个东西真是根深蒂固啊！我们今天才学几天佛，才学几个月，才学个一二年，就想把它转过来了，哪有那么简单呢？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那学佛的人不个个都成佛了？没那么简单呢。所以真正有成就的人，那就是佛法里头说的有善根有福德。什么是善根呢？不怀疑是善根，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路子选正确了，正确了，不再怀疑了，善根了。不夹杂，肯努力，那是福德，那个人真有福了。他这一生呢，决定成就了。啊，我们怀疑，我们想退转，进进退退，这个自己要觉悟，我们的善根福德很浅，不够深厚。啊，不够深厚啊，不怕，现在可以培养啊。啊，我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努力，啊，我可以培养。啊，我可以将自己的善根福德达到这个水平，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不可以自暴自弃。啊，凡是能够努力发奋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要晓得我们修的是什么。古人这两句话实在讲呢，是把我们从妄念的根本上拔出，但求希望莫根迷真。为什么呢？你要想真，又是个妄想，我们要除妄想呢，怎么可以在妄想上再加妄想呢？譬如有人问我，我常常有碰到啊，法师，我念佛几时能得一心啊？他念念想得一心，我就老实告诉他，我说你没指望，你这一生当中不会得一心。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一心那个妄念存在，你就得不到一心。不可以啊，这个念头没有了，你就是一心了。还有一个求一心的念头在，那你怎么能得一心呢？我说的都是老实话，没指望了。啊，一定要想到。啊，所以说，莫根迷真，绝不求证，忘的去了就是。忘的去了，再想一个真，那就变成忘了。所以前面讲的，上求佛道，不能有上求佛道这个念头啊！有上求佛道的大愿，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呢，就求不到了。所以告诉你，实无所求，实无所度，把这个念头卸掉，只要求助，自自然然就圆满。成就了，啊，都是这个意思。不但初发心，实则自始至终一直有降伏之功，乃至成佛一无所住。啊，所以经上讲的无住这个原则，是彻实彻终的，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成佛，都是这一个悟住，一个原则，一个道理，尽管用的方法不一样。我念佛，他参禅，他持咒，方法不一样，那个原理原则一定是完全相同。啊，我念佛不住念佛的相，参禅不住参禅的相，持咒不住持咒的相。啊，现在为什么参禅的人看这个念佛的人看不顺眼，念佛的人看持咒的人又看不顺眼，什么原因呢？着了相啊，
那如果通通都无助的话，那心都清净都平等的，那大家就相处都一堂欢喜了。就是因为着相啊，这着相是蒙羞瞎练啊，是搞假的，不是搞真的。搞真的大家相安无事，搞假的就打得头破血流了，那没法子啊。假的里头有冲突有意见，真的里面没有啊，真的里头心都是清清净净啊。一直到成佛，你就守住这个原则啊，就修的是这个东西。穿衣不着穿衣的相，吃饭不着吃饭的相，工作不着工作的相，不着工作的相就不会累呀，做的再多都不会累呀，他为什么会累呢？因为他着相。处事待人接物，通通不着相，那个日子就很好过了。就很自在啊，很美满啊，游戏人间啊，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得大自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这是讲到究极之处，除降伏外别无进修方法啊，这是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今天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要不住相，不住相啊，你念的功夫就得力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净宗跟般若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你要能这样去说，你往生的品位啊，不是上上品啊，也在上中品啊，不会在上下品啊，这品位就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清净平等住，前面世尊提了一个纲领，下面就是细说啊，要解释了。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个如是指的是什么呢？底下举一个例子，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暖身，若胎身，若色身，若化身，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几句不仅仅是讲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包括净土，就是你声闻缘觉菩萨也不能超过其外。换句话说，九法界有情众生尽在其中，我们发心了，要发这样的大心啊！魔界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这是佛非常具体跟我们说明应如是降伏其心，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妙极了。
我们要懂，要彻底明了，要学。我们这些妄想杂念呢，就能伏得住。念佛功夫就该有，这些文的名相术语，普通的呢，我们都省掉了啊，都不要解释，以免耽误时间。一般很容易能查得到的啊，就缘和现在。缘散即灭，当体即空，了无所得。这是说明九法界一真庄严的实相。一是环境，生活环境。正呢，身体，从菩萨一直到地狱，都是因缘所生。缘，我们现在人讲条件，众缘和合，许许多多的条件。合起来啊，这个现象生出来了，缘合就现身了，现象，这个现象出现了，就生出来了，出现了。缘散即灭，缘不可能永远合，他那个合的时间长短有一个力量在操纵他，这反复呢叫业力，业力在操纵他，他这个合的时间呢长短。诸佛菩萨是愿力，过去在因地当中，他发现了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愿力，这个是一切现象，这个聚合时间长短的主宰的力量，这是我们要晓得的。以我们人来说，我们一个人的寿命不相等，这个寿命什么人主宰的呢？不是阎罗王主宰，也不是上帝主宰，我们业力主宰的。因为是业力主宰的，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这个寿命长短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因为你懂这道理，你懂方法了，自己就能做得了主，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自己也能做得了主，就是体弱多病业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修清净心，修慈悲心，我们肯救护一切众生，身体自然就健康强壮，可以转了，不是靠药物不是靠一些补的东西那个不行的，那个东西不能转业力那是治标不治本补太多了反而出毛病这个是一定要想，它有正确的理论的正确的方法，这真正是所谓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它有道理在。所以这个善缘善呢，这个相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相的现行啊，相的生灭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完全是虚假的。只是缘聚缘散而已。缘散我们知道它空了，没有了，相没有了。缘没有散的时候，那有智慧的人就晓得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因为一切现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还会去执着吗？自然不执着了吧，自然就放下了吧。这一放下了，离开分别执着，你的心马上就清净了。真心本性就显露出来了，无量的智慧德能呢，它就起作用了。那是真的，那个不是假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要求它干什么？求得了那个利益太小太小了，等于求人间富贵一样。你的享受昙花一现而已，你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求了，你所得到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像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多自在的。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自在呢？观音菩萨无求啊。观音菩萨什么都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啊，信德显露才得大自在。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自在？样样都贪求啊，求的太多了，求的太多了，烦恼就跟着来了，求不得苦啊，求得了，求得了更苦，求得了，你想尽方法保持，怕丢掉啊，这患得患失，没有得到，想尽方法求，求得了之后，想尽方法又怕它丢掉，结果怎么？结果还是要丢掉。所以你看穿事实真相啊，你这心就放下，什么都不求啊，什么都不要了，哎呀，反而得大自在。要多想想啊，多想想这一些事实的真相。事实真相确确实实当体皆空，了无所得。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了那个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通通是虚妄的。十法界是虚妄的。唯独啊以真法界，那是真的，那不是妄的。佛与大菩萨，华严经上法身大师，他们住的什么法界？以真法界，那是真的。十法界的这个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佛，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啊，通教佛、别教佛不是真的，原教才是真的。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藏通别佛，不是真佛。原教的佛才是真佛。
住业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是业真法界，无量寿经上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我们要求啊，求一真法界，不住十法界。所以佛那个念头也要放下。我们有做佛的大愿，不能做成佛之相。做成佛之相呢，你要真成了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一真法界。这个相不能着啊！着相我们的亏呀，吃大了。为什么？就信念，这本来不生，今夜无灭了。因为本性上本来如是。这个本性里头啊，没有这些妄想。十法界的相通通没有，所以就是连成佛的相都不可以执着，这个才与自信相应，你才能够见心，你才能够证性，凡是生灭的是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头有生有灭，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所以这个念佛求愿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要知道没有生灭，因为西方世界是业真法界，它不是十法界。望尽乾空，业识即转，生灭心灭，生死海处。而正如不生灭之圆明性海，谓之若无余涅槃，为究竟觉果之称。前面讲了，我们要发心，要像佛一样的心，不可以发心呢，发的那个心跟佛的心不一样。这个不可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凡夫，罪业深重，我怎么敢发跟佛一样的心啊？那你就错了，这叫什么？自卑感啊！佛不许我们自卑，也不许我们骄傲。真心里面没有自卑，也没有傲慢。佛教跟我们法，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的好学生、好弟子。那怎么会有错误？这个叫发大心。发大心了，然后才晓得修大行啊，这是佛对我们期望啊，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证八个，这心不大不行，妄是妄想，妄想尽了，情就是妄想，一切众生情执太深了。这是烦恼的根源啊！一般人讲的时候，情要空掉，妄尽了，他还不觉得，不觉得他妄应该要尽，情空了得了啊？这不得了了！我有一年在佛光山，佛光山办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大专学生夏令营，星云法师找我去讲为师，
也讲到这个情要断掉了。当时里头就有一个学生，那女同学啊，起来的时候就提出问题，他说：“法师，如果人要没有感情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向我提了这个问题，我就说：“那好啊，刚好那个高雄有一条河叫爱河，我说那你可以跳到那里去啊，爱河有鱼。”他不晓得是六道，为什么你会在六道轮回呀？就是被这个害了，还不觉悟啊！啊，要是说穿了的话，你那种爱情一文都不值啊！为什么呢？假的，不是真的。今天爱了，过两天他又离婚了，老别扭的，我爱了，不是真的嘛。所以你要认识清楚啊，这个世间六道里头的人讲话都靠不住啊，不能当真啊，虚情假意啊。不但呢别人的话呢不可以相信的，自己对自己都不能相信。你能相信你自己吗？那到明天主意又变了，这不能，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啊！为什么呢？里面这个妄想念头太复杂了，千变万化，全是假的呀，怎么可以当真啊？啊！所以我学佛，我懂得，人家说哎，我对你很好，点点头，嗯，不错不错，啊，假的，不能当真，不能当真，啊。你要当真啊，你就被他迷了，啊，你就错了，啊，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全是妄想，全是情执，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真的情啊，真的爱啊，只有佛菩萨有啊。佛菩萨不叫情，也不叫爱，名字换一个叫慈悲，啊，慈悲是真爱。永远不会变的，啊，你尊敬佛菩萨，佛菩萨爱护你，你毁谤他，侮辱他，杀害他，他还是那么爱你，从来没有变过，那是真的，啊，诸佛菩萨讲我爱护你，我们可以接受，那不是假的，啊，这六道里面的凡夫说是爱护你，不是真的，啊，他说嗔恨你，你不要怪他，也是假的，过几天他心又变了，不是真的，统统不是真的，嗯，所以不要在意，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嗯，那你就对了，这叫有智慧了，嗯，所以世间凡夫所用的心呢，叫三心二意嘛，那怎么能当真呢？学佛就是要妄尽情空，这四个字是一个意思，妄尽情就空了，要把情转变成智慧，情跟智是一桩事情，啊，理性的就是智慧了，啊，感性的了，那个智慧就变成感情了，啊，就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迷悟嘛，觉悟了，情就变成智慧，迷惑了，智慧变成感情，啊，一种事情叫转烦恼成菩提，啊，所以这个要把它转过来，业识即转，底下说的这个妄尽情空啊，业识就转了，啊，是了，就转成智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叫转识成智了。这才是用功啊，真实的功夫啊！所以古德讲啊，这个修行要在转识成智啊，这个研究经典、研教要在大开圆解啊，修行呢要在转识成智啊，就是这非常非常重要，
都是修行的总纲领。生灭心念，生灭是念头妄想，妄尽情空了，生灭心就没有了，妄念就没有了，生死就没有了。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生灭念头里来。那么换句话说，只要你有妄想，只要你有念头，你就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换一句话说，佛法法门很多，你去试试看，哪一个法门里面真正到没有念头了，你才有能力啊超越三界。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修得很久啊，也挺用功的，那个妄想念头还在，那你就要明白你出不了三界。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实在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求阿弥陀佛了啊！唯独这一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就是你这个念头生灭的念头不断行，可以往生，只有这一条路啊。八万四千条路里头只有这么一条啊，不要断这个妄想，能出得去啊。除这一条之外，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的，都要做到生灭心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啊，才能够脱离轮回。这个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呢搞清楚搞明白了，才晓得法门里头有难有易啊。古人讲呢，念佛法门叫易行道啊，其他的法门跟净土法门一比，难行道啊，真难啊。可是这个易行道呢，难信，那你不相信的，那就没有办法了。许多难行道啊，很容易叫人相信啊，信了白白的忙一生得不到结果啊，这个话蛮难信。信了的人呢，他都出去了啊，那是非常幸运的，都出去了。这样正如不生灭智，圆明心海，这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才叫入无余涅槃。这是究竟果觉之称。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像佛一样，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要发这个心，也就是说帮人要帮到底呀，不可以半途而废呀，那就很可惜了，还没有功德了帮到什么程度呢？一直要扶助他成佛这个想想呢，太难太难了，我们自己是个凡夫，怎么能帮助人成佛说出这个话人家也不相信啊，人说你是说大话根本就做不到其实不难真做得到。怎么做呢？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不就做到了吗？确实不难的。遇到人就劝他念佛，这个方法很好
现代的人跟从前人不一样，以前人老实，见的人呢很少说话，现在的人呢喜欢表现，废话连天。啊，你接触到的时候不听也不行啊。啊，我们念佛人呢有好方法对付他了。啊，不管他讲多少话，讲完之后阿弥陀佛，再讲完之后阿弥陀佛，我们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灌到他八十天中，他那些废话我们一句也没听进去。这个方法妙极了，这就是啊，渡他入无余涅槃啊！啊，你学其他的法门呢就很难，哎，很不容易，真的不敌凡夫做不到。学净土法门呢容易，你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呢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岂不是用的方法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真正有这个热心啊，这个慈悲心的热心，把这个法门劝到一切众生啊，那一切众生真的得度了。经云：佛种从缘起，又云凡事有心定当作佛，又云有信无信其成佛道，佛性随众生本具，而佛种要得缘生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但是他迷了，迷了之后要破迷开悟，再恢复佛性呢，那要靠缘啊。所以说佛种从缘起呀。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缘很重要啊。我们遇到佛法了，也是多生多劫的因缘成熟啊。因此，我们要给广大众生做正上缘啊，把这个法门这样殊胜的法门介绍给他们啊，以一切善巧方便。把佛法介绍给人了这真正叫修佛了，这真正叫报恩了在台湾有做这个内衣的同修啊，他们要到大陆去设厂啊，行前之后到我这里来啊，我就劝他了，你做这个内衣印上阿弥陀佛了，印上这个经文印上啊，我说这个你求三宝加持销路一定好啊，为什么呢？端正社会风气啊。一定得到大众这个社会大众的欢迎，不要印些妖魔鬼怪啊，哎，那个气氛不好啊，哎，所以我就劝他这样去做啊。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到这边来，他做了几件呢给我带来，有些的同学啊，前面是弥陀弟子，后面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底下四个字世间如梦啊，那四个字是弘一大师写的啊，你们看看就行，弘一大师的字啊，
第二就是说，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就在你本行上，你就弘法利生了，你就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灭多智，就在做这个事情了，不必要换一行了，就在本行，就在自己本分工作里面，我们就做，就做出来了。所以这个缘重要，一定要发心，为一切众生呢做佛种的见证人。这些众生真能得度吗？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佛，他有佛性，凡是有心的定当作佛。因此我们做这个缘，种的这个缘的时候，一定有效果，一定呢有收获。何况华严经上讲，有性无性其成佛道，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意思很深，无情是讲植物，讲矿物，植物矿物也能成佛吗？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心。佛法中说，在有情众生上叫佛性，在无情众生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叫法性。可是要晓得，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因此有情众生成佛了，无情的众生呢也跟着就转了，依报随着正报转了，就跟着转了。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是生灭性，因此我们的这个世界依报都是生灭的，植物也是生灭的，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都有生灭的。他往生到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人心啊清净，没有念头，他那个心啊不生不灭的清净心，西方世界的医报啊也不生不灭，他那边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你看就转了，那就叫同源种质啊！华严经上所讲的，你在弥陀经看到了。同源种质是这个意思，都是不生不灭，植物矿物通通是不生不灭。所以佛性虽众生本具，而佛种要待衍生。这成佛的这个缘分呢，是一定需要的，没有这个机缘呢，是不能成就的。这个机缘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自己能成就自己，我们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这就是世尊在本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生这个心，不要生别的心，要生这个心，应无所住而心不识，我们不识佛法，不识成佛的最上缘，这就完全正确，要以这个为第一。